九仰，你久仰什么久仰？你是金口阎罗，我是琢磨多言。你不爱说话，而我一张嘴就能把人给说死。咱俩就不是一路人，就甭跟我客套，还久仰。反正你们人再多也打不过我一个。不如我们就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折柳相送，就此别过。这位就是你说的北黎八公子之一？对，琢磨，多言。嗯，确实是个话痨。二位。 我听得到，有幸。哎，你又来了，不是？你嘴上说着有幸，但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你到底能不能真诚一点？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一出门就遇上了雷门第一少年英才北黎八公子之中最难对付的琢磨公子，也就是我。 精神指，果然厉害。精神指，一指三唱，刚才这一唱叫不离，第二唱叫不归。 二公子，有个人。 也来了，雷。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不希望他们来呢。二公子，我们当真还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就看。 有多少必死之心了？